成为道元功德庙啊！各位，这是神迹啊！对人来讲是偌呢正重要啊！所以叫做成为道元功德庙，只要咱人人有这份的智信，人人信心坚定。真多的功德啊，就是从安尼产生起来。咱若会当好好将一切因缘和合啊，好好培养这念的善念，好因，那当然啦，咱就会当结到真多的好缘。世事呢，那是因缘呐，结成了歹的果呢。咱即嘛已经知咯，所以咱将迄个歹的结果啊，咱也都爱用信心、有信念呐，因缘果报啊，既然呢都已经受着啊。我都爱好好安怎来忏悔啊？将无好的果呢，改转为好的缘，将好的缘呢，搁再来培养呢好的因。那一旦安尼，世间唔是未改变的代志。婆罗门路，伊相信三宝，信佛、信法、信经。伊老母不信三宝，而且真爱食的鱼类，这不只是浪费金钱，也是灵命不转化。婆罗门路，伊是真信因果啊！伊知呀，老母这种的杀生啊，不信三宝。定会坠落地狱，所以他在老母过身了后，变卖家财，为伊的老母做真多的功德，布施啊，救真多人。他记起我。甲华定自在王如来，未了解我的老母伫倒位啊？甲华定自在王如来啊，就只是转去好好的打坐来，心爱静啊，伊真正安尼坐着的心。好亲像呢，去到一个真正的开阔、开阔的大海啊！一波一波的浪潮啊，非常的可怕。在这个海边有真多人在推推搡搡啊，有的被人推落大浪海中，浮在那久久不得啊！看伊四人牙齿呢，用叉甲吐起来，然后呢，哇，搁给推落去，让伊惊恐啊！
听到受罪者哀叫啊，恐怖啊，实在真惊。在那个中间啊，来了一位牧驼龟王，看到婆罗门路，赶紧双手合掌，是菩萨来到这个所在。婆罗门路就问这位牧驼龟王：“这是什么所在啊？”牧驼龟王回答哦。这是大铁围山第一重海，大铁围山就是大地狱啦。第一重，还佫有第二重、第三重、第四重啊，一重比一重呢，侪人所受的苦果，一重比一重，佫险佫较凄惨。老母是不是有来在地狱？龟王就问：“你的老母是什么名？在生做什么代志？”婆罗门路就安尼讲了经过，老母所作所为。菩萨啊，你要放心啊，你的老母啊已经升天三更啊，因为呢伊有孝顺的查某囝，为伊呢做真多普遍布施啊，阁是真虔诚的供奉三宝，所以成这个功德啊，你的老母已经成天了，甚至呢，甲伊同齐受罪，也多数用这个力量成教善道。婆罗门路，听啦。安心啦、清醒啦、赶紧的到觉华殿住在王如来圣像的面前顶礼感恩啦、因为伊相信三宝，信佛、信法、信经，伊了解因果，伊知影伊的老母安尼，这世人所做的业，所以老母往生了后，伊也要为老母啊，变卖了家财啊，去做真多呢救济的好事，安心啦、啊。老母已经升天了，想看这种经验，大铁围山啊，有四重的大海啊，生而复死啊，死而复生啊。每一秒钟啊，都是心怀恐惧啊，哀叫呢，都无法度通得
所以这叫做地硬。一落去地硬呢，那无真强烈的功德啊，难哦。所以啊，咱即马开始啊 ，OK， 爱赶紧拿地的地，先呢不断来培养啊，过去也唔知。或者是呢，故意去做的哦；或者是呢，无意所做的；或者是呢，为了自身，就是为了生活所做的。一切一切所做过来，无数以来啊，所留着的，都是无好的业啊。咱即马呢，就爱。好好培养咱家己，第一，咱爱相信因果，信心爱坚定啦。那会当安尼啦，人人才是真正有福。